这里我们从 Shopee 买的，从那里买的我忘了去从哪里买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开，来，小姐开。Plastic。怎么会坏？四个，对呀、啊，把细胞色错啊，底有那个 stop 的，还有过后再有一个地上美牛，还有四只铁的，还有四只脚，还有这些的accessory 哦，就是它的 screw 啦，它的 nuts 啦，还有那个铁架，还有那个白色的，所以我们。由这位小姐来组装它。OK， 已经组成完了。你妈买了三个，因为它的又美又好看。这个椅子呢，我们已经试用7天了。说它的 surface 是粗的，它触感也是蛮不错一下，因为 mat 的问题，我很喜欢。还有它这个下面这个盖哦，有时候会它会自己脱下来，会比较松一点。就是这个盖哦，它会脱下来，它会松。还有这个 nut 哦，这个 nut 有时候会自己松了，你要锁回去。那视力我们曾经7天里面有刷两三次。它的这里躺的时候，你躺下去，它有一个弹性啊。所以在这个 basket 里面我觉得是不错啊，有弹性的感觉。嗯。我很喜欢这种弹性的感觉，只不过它下面的弹性我就不大喜欢了，好像会导致它的 screw 松的问题。大致上这个椅子没有什么特别了，只不过我们看到便宜美观好看，它属于这个 value 的椅子，所以才买的。所以现在如果你去 Lazada 找这个椅子咧，会比较便宜一点。当初我们买都是30多元的，现在Lazada 卖才29块多，哎，不过我不懂啊，是同样的吗？我已经买了，就算了，就是用就对了。影片到这里啊。